好。你们跟着 PD 走就行了，我们需要从这里开始，一关一关的闯关，直到门口的第十五关，哎呦天，方为胜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旦有一关失败，你们需要掷骰子后退，回到前面的战场。我放那个有两张失败豁免卡，是有衣服吗？对，衣服，给我来，哦，谢谢。200块钱一张。多少钱？200。不是什么东西200？两张豁免卡，就是你在那一关失败了，你可以用这张豁免卡再往前进。200，我们也要一张，要一张吧。我们也来一张，我们来一张。那么大家都准备 OK 的话，就可以开始了啊！可以开始了啊！来，猴哥，我跟你们一起。好好好，是。讲一下第一个环节啊，我们第一个环节叫做 rap freestyle。啊，我们一会儿要随机抽一个签，会给大家一个韵脚，然后大家要用这个韵脚来做歌词，我们会给大家一个 beat。我有一只鹅，它叫王汉泽，还有个朋友叫波波，他只会阿 C 云南没有喝，猴哥没开车，命运总是如此多变的风格。可以 ，OK， 哎，第二关是这样，折纸飞机，折飞机，然后穿红心呗。这关我拿下。哎，算够了吧？一次通关。我也飞一个。嘿，嘿 ，no， 飞的技术有点问题啊，这波是。飞有哈，飞 ，no， 啥也不是，哈气是吧？嘿 ，no。哎，隔壁还有弧线，大哥。哎，因为会坠机呀、啊。趴的姿势不对，手法问题。下一关吧，下一关吧，走吧，那我们给你。这一关干什么呢？这一关我们叫做猜表情。哎，我们有一位主播呢，我会让他来选，让他来摸抽一张表情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，然后他来模仿，然后另外两位主播呢。来猜他模仿的是哪一张，选对即为过关。我操，可以吧？那么咱们谁来？我来吧。注意看我的 face。好嘞，好嘞。倒计时，五、四，可以。好，这什么表情啊？这表情我绝对能猜不出来啊。哎，这有点意思啊，这有点意思啊。别急，别急。确定好啊，确定好一个最终答案。别急呀、啊，那就这个。确定啊？嗯。好，这个确认一下。啊，我确认了，是这个吧？是这个。耶！这个我懂你的。嘿。我们下一关就要到上面那个瓶子。好的。翻译成这关叫做66秒上山。这里每一阶阶梯走到看现在苗老站的地方，爬的是吧？花66秒，是66秒前后5秒的误差。比如说是在61秒到71秒之间。哦哦，这么个意思啊？3、2、1，开始。上下可以错5秒。用66秒，上下错5秒。人家走的也太慢了。别急呀、啊！我走的也太慢了吧？我在那来的时候给你看。你来。你可以走最后一个阶。我最后一个，你来，你上。你走最后一个阶梯吧。你来。哎，别急呀、啊，简简单单，兄弟们。好。可以，63秒，在误差以内。哎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拟声，我跟大家说一下拟声猜词的这个规则啊，一人比划，其余两人猜。哎呦，只能通过模拟声音来展现。那你俩来猜哈。3、2、1，开始。乒乓球。可以可以。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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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斗地主，哎，对了，这一次一定要看我，好好看我面部表情，好。啊！放了你！别在这里发癫。火车，过山车。哦，对了。哦。昨天晚上吃过。啊！救命！吃过虫子。哦。吃过烤串。对了，薯片，哎，那最后8秒过关啊！行，薯片，欢迎来到第六关啊！我们第六关叫做斗地主残局，顾名思义，玩斗地主的残局。
好，解开这个残局，胜利即可。快快快！残局，我想想啊，斗地主大师，先出对勾。对，只能先出对勾。那就先出对勾呗。先出对勾，然后他可能会出对尖儿。他如果不出对尖儿呢？他不出对尖儿，你咋办呢？他不出对尖儿，我们出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肯定能赢，先出圈儿，先出圈儿。那你出圈吧。先出圈儿。对勾。他不出就更好了，他不出我们对勾啊，对吧？啊。哎，对就得对勾。对。哎。他对尖儿，哎，我们对二。对。呀，按错了，拿下。好，拿下。早该挺弹幕的了。他们是早该听弹幕的了，没太听弹幕老师的，我们属于是自己发挥。它是一个名场面复刻，然后呢可以根据主题进行拍照，自行设计 pose。 波神崴脚，哎，可以，波神崴脚可以。啊，就这儿啊，这儿在这儿吗？这不台阶吗？我们拍两张，先拍一张我摔，再拍一张他扶，可以吗？这样和谐是波神拐角，就这个定格，就你一个人啊？对，他当时就一个人，马上第二张才两个人。好，猴哥，好来，猴哥，你这是让我感到有点恶心了。OK， 好，峰峰，成桌，好嘞，成功过关。数独你们懂吗？不懂。我来，你来。OK， 我完全看不懂。我看看。那不随便填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不是哦。数独，轰轰，听过数独吗？我很强，我很强，很快玩这个手机游戏。真的假的？有手游的。你会玩吗？数独。会。啊，你也会啊？连橡皮擦都在讽刺我，谢谢你。二逼。这边只能是。好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。我来检查一下，确定好了。好，确定好了。看不清楚了，我来检查一下。啥玩意儿叫数独？好，拿下。九宫格吗？九宫螳螂，一起完成这个舞蹈即可。好嘞。哎，下雨了。下雨了耶！然后我自带伞。下雨了。我也记一遍，记住。What my K? What my K?哇麦 K 不溜彪不溜彪，空龙扛狼扛狼扛，招招直接来吧，可以吧？我来撑伞，我左手撑伞，右手来来来，都带过来。来吧，三二一，开始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高龄者健康操可以增进您的肌耐力，减少。哇麦 K。我买 K， 我买 K， 我买 K， 不溜彪不溜彪，空中扛啷扛啷扛，空中扛啷扛啷扛，空中扛啷扛啷扛，空中扛啷。可以，好，轮到我们了，轮到我们了。可以吧，各位，整齐一致吧。拿下。大家写字从一到两百，不可涂改，不可修改，连贯写下。大家可以接力，也可以由一人写完，全由你们自己安排。啊，我直接开始。还是先来吧，每人二，一人二十个。我刚不会写错了吧？哎，一人两行，来。啊，一到一百啊，咱们现在不是两百了。我们这关什么？检讨，写数字一到一百，七九，八十，这不可能写错呀！来吧，沙西，最后。那我最后给你们写错了吧？小心！给你们。一百了。一百了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我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OK。扫雷，初级通关。哎，先不是扫雷啊，扫雷是后面的关。我们这关叫身不由己，两人摆弄一人。通过被摆弄人答题人的姿势，让他猜出什么题面。Go！ 计时开始了啊！这是啥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啊，非常六加七。不是不是，你这个握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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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住！我像个什么？然后你这个手势，我猜猜，摇一下，摇起来。Oh rock！ 哦，明白了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。怼脑袋上，然后怼脑袋上，对，勾蹲蹲蹲，对，那个冥想者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可以，看我动作，给他摆，给他摆，然后上手给他摆，我这个呗，对，不是，这是
呀，你看这里有这样，然后你继续，哇，太极，啊那个那个，假面骑士，啊可以可以，蹲不下去，摆身体摆身体，然后一脚前一脚后，摆身体摆身体，然后出来，举重举重，哎那个我们完成了 ，OK 可以可以。耶！走吧，走了。摆积木啊！升官攻击！哎，别！嗨，猴哥别！嗨，嗨，猴哥真快啊！直接下一关吧，要不？别跳过了下一关。别跳过，可以。走。通关即可，扫雷，我扫不了一点。我扫不了一点，你们扫。你会吗 ，C 哥？你会吗 ？C 哥扫雷你会吗 ？C 哥，扫雷你会吗？通关技能没有任何限制。那我来吧，虽然我不太会。你没懂吗？扫雷没玩过 ，C 哥。玩过瞎玩。对呀，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规律呀。我不会，我是蒙的。可以。真的假的？蒙的。哇，好快呀！你是蒙的，你蒙的，你不可能蒙的。我来吧。蒙的。扫雷。扫，キラークイーン第3弾。快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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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下一关，快快快，走。大家可以先坐下啊，我会随机给大家二十张扑克牌，就是背扑克牌，我会给大家随机二十张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记，也可以一个人记，大家怎么分配都可以，背完连带着花色和数字，完成随机二十张牌，背二十张。一个人分七张，一人分七张，七张。那个花色用记不？要记，花色和数字要一起记哦。我们背七张，你背七张，猴哥背六张呗。行，就这么顺序呗。方头，黑桃二，方片四，黑桃七，方片八，草花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别急呀、啊，我想呢，你别干扰我呀。黑桃五，哎，背完了，背完了。花八，花三，方十一。哎，我都听了，别记他了，别记他了，别记他了。我背好了，我背好了， okay, 你们背吧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吧，好吧？对对对。黑桃二，方片四，黑桃七，方片八，草花二，黑桃五。哎，我说过关。方九，梅花圈，梅花圈。方一，梅花八，梅花三，方 Q， 西一，什么西一，可以，桃十，桃 Q， 好的，总感觉猴哥有技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把五张牌，二四七八二五，黑一片，黑一片，方片草黑，我这么记的。还差最后一关，走吧，最后一关。等一下，等猴哥充电。俺们闪呢？这叫笨蛋记忆法。哎，好大的雨！哦，物品称，一百克的物品，最多一百一，最少九十。但是呢，不可以找，比如说矿泉水瓶上有写了五百毫升的这样的，仅一次放入。大家可以去任意的去找物品，放下了眼镜过关就过关了，过关就要掷骰子了。一百克，拿个充电宝，超饿的，试看看呗。这个我不能试啊。不能试，对，我不能试，不能试啊！感觉一百克到底是多重？两个鸡蛋，一百克，两个鸡蛋。你再点点点点口红，你点点点点，有这个重吗？有，你自己点点。我们可以一支一支放啊？不可以。这个口红一瓶养乐多是一百克，十到二十吧，这口红。有高科技吗？不行啊！不是，我们就搜一下口红多少克。但是我，好好好，你是，哎呀，我看 C 哥用手机，我难受。他就在那里，看似很忙，但是每个就点一下就关掉。我难受，他就是。太少了，我们要一百。有一百，这个口红才三克，口红一个才三克呀、啊。他说里面含量才三克，给我妈打电话。请外援，导演的帽子，导演的帽子九十三克，说是。导演，喂，老妈，借个帽子吧，借个帽子行吗？可以啊，我都不知道我帽子多重哈。
这感觉也没到啊，这你觉得我的桌子有100克吗？他们说导演的帽子93克，不可能，这能有93克？不是，他们说我的桌子100克。不是你妈是说多少克呀？我妈说不知道。头哥，你感受一下，我觉得差不多。他100克，他们都没见你的桌子，是吧？差不多，就信你了。就这桌吧，来吧，大哈，上了啊，一局啊，一局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谁哥，这手机，哇，56，哎，你这是公斤吧？不是咋这么轻呢？导演有没有神秘嘉宾特权？重新来一次，导演。导演帽子，导演帽子，啥也不是。弹幕说导演帽子95克。导演帽子才46克。终于明白了，弹幕。什么还？对，要掷骰子了。要掷骰子了，来吧，这个。一，随便。不是，这也滚的也太远了，这滚到哪去了？一，四，坏了，第11关，我们跳过第12关。嗨，嗨，猴哥真坏啊！我们要回去抄底。不敢玩了。不敢玩了。Let's go， 没有卡了，刚才卡用过了。来，咱们回到身不由己，身不由己了，摆弄猴哥。哎，哎，没事，我们一遍过，一遍过，来吧。要去敲锤子了，敲锤子吧，没办法了，我们难逃一喜，走吧，终究还是要去敲锤子。没想到玩这个游戏也可以二周目嘛！还真是二周目了。如果我们是要敲掉那个什么，是吧？对，抽从下面抽，然后摆到。是拿这个敲吗？还是直接抽？拿这个敲，拿手抽都。那我先抽一个吧。但是不许拿手抽啊！摆上15层，抽几个不管。我抽一个玩，放一个算1层，然后要列15层。我来，需要动大脑的东西，让他来。我们也有大脑，但是我们对，我们得把大脑留一留一下，对，保留一下，不是没有大脑，给他一个展示的机会，不用说。你相信我，猴哥。7，没事，猴哥。信念。哎呀，口水都看出来了。哎，别搞猴哥难看，别搞猴哥。猴哥口水都看出来了，这么应景的，有点应景的啊。现在几层了？哦，6层了，7层了，7层，9层，10层，这么就摆上了，我操！哦，11、12、13、14，你们回来吧。回来了，弹幕信任啊。好哦，傻逼，太牛了，傻逼！那13关扫雷，走吧，扫雷，你的吧，我是一点没会呀。这个不是 ，OK， 拿下，走 ，Oh my god。OK， 完成了，给 C 哥搞个椅子。C 哥这么牛，不是？那你这么快啊？老板，老板，你也这么牛？啊，给我背一下。我操！过了，我过了他，不信啊！上一局的那个，那我们上一把的那是。猴哥，现在都是你的了，你后面有队员。从左往右啊，还是从从后往前？从后往前，从左。从这个开始呗。对。那必须的，我们都全速通过。来吧，直接来吧，好，来吧，见证奇迹，99，拿下，拿下，通关了，来吧，通关了，玩两遍，我们还玩了两遍呢，扎奇、扎基姆和过扫雷。这个两个完美卡我俩的完美的团队，完美的团队，完美的团队，在摆弄的时候也非常的快速。导演，我们过了是哪？你们可以去小组或者看一下。
那看一会儿也行啊，看一会儿吧。13 OK OK， 这他们也过来，放炮吗？要，让我们来卖道具。要是后面没下雨，我扫了一个那个大积木，不可能过得那么快。他突然凉了，没紫外线了，我整个人都活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真天助我们也，天助天公助，吸血鬼又活过来了，吸血鬼又活过来了。哎，100块钱都好。哎，对对，我们有100克。我们刚好99克，100块。100块。哎，我们刚好。哎，你这个不够，输了就要重来。不，要两个鸡蛋，这个输了重新来，我跟你说。你两个鸡蛋过了就没事，你不是这，你撑吧，这你撑也行，你撑吧。多少啊？108，通关，通关也通。108，没得卖了，没得卖了。我们走了。通关的话，我。哎呦！没有啊，刚才也说两个鸡蛋包过呀。哎，刚才两个鸡蛋包过了，出来。啊，好好。把他妈的到这。两个鸡蛋是多少啊？125。我们也幸运了，不这那整个帽子，帽子才30，俩鸡蛋125克，其实也合理呀。那怎么整？下雨天正好手机都不热了。嗯。我们第一名啊。谁第二？啊，大毛。那个。抽了两次。可多。通关没过，回去那个大厅那里重新走了一遍，我们还是第一。我还是就是。看完影片，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